是 TFBOYS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同学长颠覆高冷形象，头都吹疼了。再吹吧。 I know。 你说他们怎么会拿两个打气筒来？腮帮子吹好疼啊。你到时候拿钱出来啊，你到时候拿钱出来啊。这么对小松学长真的好吗？小河里面有小鱼、小虾、小螃蟹，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小动物，而且水凉凉的，潺潺流动，站在水里面就像有人挠你一样，很舒服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样的小河吗？乌童学长，你开心就好。玩水我更想听你唱歌呢，所以学长你们什么时候会有新歌呢？会有新的单曲，但专辑可能还需要筹备。学长你们每天都这么忙碌，那怎么保障学习时间呢？前几个星期会时间比较充裕的，最近开始戏份多了，晚上回去就9、10点了，就基本上不会补课，就基本上睡觉。如果时间充裕，比如说回去是6、7点之后，就会补2个小时，补到9点、10点，然后再睡觉。学长，我妈妈也叫我回家补课啦，你就先玩着吧，下次再见啦。第二集666的班小松学长有不能说的秘密。所以小松学长，你是隐瞒了什么事情吗？不说算啦，那你教我射击术吧。班学长射击小课堂开课啦。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塑料瓶口和一个崩坏的气球，然后把它们像这样组装一下就可以啦。发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，大家一定要仔细寻找一下最佳发射地点呢。就现在夸我帅。小松学长你太溜了，我学不会，你还是讲讲自己在学校的感受吧。如果是班级氛围的话，比如同学之间小矛盾啊。 Listen again。 小矛盾啊，小矛盾啊，小矛盾啊。 OK next。 团结合作一起努力的事情，这些都还是和平时上学差不多。小松学长我又要回去补课了，你能给我几张有趣的自拍照吗？我没有黑照，我没有黑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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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没有黑照，我没有黑照。学长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第三集，大处隐科学长有迷之爱好。
这哪合理了？我们累的要死。所以尹科学长，你只喜欢画画吗？满江香菇。香菇先生里满江。所以激光笔对学长你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个呀，哥哥也不知道。那除了玩激光笔，你还喜欢干啥呢？不晓得。就是我同学上课，老师说一句话，他在旁边说一句我不晓得，说一句话，他在旁边我不晓得。所以学长你也不晓得，自己怎么就有了腹肌吗？我没有刻意的腹肌，就是可能从小跳舞就累积起来的。累积起来。因为现在健身的话，就可能会变个子，打算个子定型以后再健身。那我还是先练出腹肌再找你吧。